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编舞王宏恩，我是罗文宇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山亮。Yeah~、旁边这位是乐夏，来自印尼的乐夏。OK， 有一次我去找亮哥呢，我就是哎，有一个女生在他那边录专辑，因为我没有看过本人嘛，我就听声音，会让我联想到小野丽莎那种慵懒的感觉。发现全部的歌都是他写的，这个就很厉害，就才华洋溢，才华洋溢啊！怎么发掘乐夏的呢？超级红人榜，然后去海选的时候呢，他就抱个吉他上来，哇，唱一个自己改编的台语歌，你教我什么？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特别，就找他来比赛这样。他比了一阵子以后，发现他有一些自己的创作，哎，慢慢他自己写了好多歌，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把他的专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能不能听到他改编的？你教我什么好不好？哎，好不好？对，说来就来，说来。亮哥其实以前我们知道他做很多布袋戏的创作歌曲，如果没有荒山亮，霹雳布袋戏也不会。哎，这话不能这样讲，也是垮了吧？对，没有没有。布袋戏不是有很多那种跪靠来念一些诗词，让我们感受一下。这个很难呢。安的夜呀，回西里。但是来我们节目没有这么简单，立刻让你打歌。对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耳机，里面都是一些台语歌曲，听到什么你就把它唱出来。好啊，猜得出来的话，你就可以打歌。哦哇，好，能听一下，好，我听，开始。好的，有点摇滚的。好，哦，好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哇，好难哦。哒哒哒。红沙冷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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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话说回来，终于亮哥呢，还是一个音乐创作人的身份，没错没错，发行了全新的台语专辑《零星》，零星，好有给，不是，零星留声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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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，这一张比较特别，都是戏剧主题。大概这两三年来，我跟一些戏剧合作。哇，登起动车离开的所在，一个少年时的梦。甘命有藏在心内，我若不是因为天地安排，你哪会行这远？你哪有遐多爱？耶！哇！哎，好好听哦，你这个吉他声音不错。是是是，因为夏天嘛，我们现在都是音乐人，歌曲接龙一下，唱跟夏天有关的歌。哦，你开始，然后我开始，好不好？然后亮哥，然后唱哈，一人四首，一首。我们一个像夏天，哎，有了。哦，我想到一个，宁静的夏天。哎，来，亮哥来，台语也可以啊。哦，我听的上雨，夏天的沙甜蜜，请相信。那个妈妈家里呀，阿伯丢，哎呦喂！哎呦！有听过？有有有有有。师徒两个有没有可能合唱一首歌？嗯，
真的吗？我们两个要合唱吗？对啊，还真的没有试过。选一首英文歌好了。I won't cr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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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 I won't shed a tear, just alone as you stand by me.师徒一起出专辑的真的不多了、哎、语言跟音乐各方面融合在一起，那最后面呢还是要有一个考验。好，师徒大考验，默契呢看看能不能做出一样的动作。我先出题，第一题布袋戏。哦，布袋戏，好，定格。好，有点像哎、欸，有一点像吗？啊，定格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哦，都右手。算可以，算可以的，过好，来，对不对？第二题，性感。性感要怎么比啊？这样，这样子。哇，哎，这样性感好不好？挤一下，性感。题目是摇滚歌手，耶！哇，好转过来，这样的，我是这样，我是这样，年代不一样。对，以前我们对摇滚就是这样刷嘛。节目最后呢，我们要送礼物，就是送乐夏的专辑。对，好了，好，我们提供三张，但是请乐夏出一个题目，在《世上》里面创作的歌。自己专辑里面的歌，是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我三个，你知道答案呢？请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，就可以抽出其中三位朋友送你乐夏的签名专辑。那同时也要支持我们亮哥的专辑。那我们网络大明星呢，在 Love APP 里面会看见我们的首播， yeah, 请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，要去下载这个 APP 哦。网络大明星，成功。